就想问一句，要一起吃妹。今天的游戏规则是，嘉云跟山羊都会做一道料理，然后两个部分都会有一个挑战，最后累积分数最低的要把对，最后累积分数最低的要把对方加满芥末的料理吃下去。我就要给你一个掌声。因为太不容易了，你竟然可以卡词卡到这么的不容易，对。现在呢是嘉云要来掌厨，他要煮他的食物，叫做瞎爆你的眼，这里有够瞎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虾子，就是我刚刚有把它开背过的，要把它肠子取出来，然后还有葱段吧，嗯，然后这是葱花，反正就葱的上面那一段跟下面那一段而已。然后还有辣椒，还有蒜末，就是准备这四样，白胡椒跟黑胡椒，以及盐，还有太白粉。太白粉我们要撒在虾的上面，我们要把它就是搓一搓，让它那个帮它洗澡按摩。对，就是好恶心，让它沾满它的身体，沾满那个太白粉。诶，啊，第一个要干嘛？哦，放油。第一个要干嘛？你问我。我们就是给它放油。这油哈、哦，放就是不用太多，就是。可以弄虾子的那个分量就好了，所以是看你虾子多少就弄多少。我们一切的调味料跟油都是你爽就好，你爱怎么放就怎么放，就是那种感性，跟着感觉走。我从来都没有在照他的那个网络上食谱走的。看来我们的食物堪忧了。我们就给他热过头，他等一下会不会很激情的在锅子上跳舞？速度与激情 ，No。我们看起来不错，看就好，是吧？你可以关火。你很怕？我超怕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要先把它装出来。今天我们吃的都是海鲜嘛，我们都知道海非常的大，表面积占地球的71%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呢？就来聊聊自己的底线在哪里？自己的底线？对，自己是自己不能接受那个地雷区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踩到你就蹦开来那种。但是在聊这个之前，我们要边进行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我们要先抽卡牌。哇，你准备好周全。对啊，这是两个，你先抽，这样子，你要抽一个，好，然后打开，打开给大家看。我，这个就是他抽出来的卡牌呢，就是他不能讲到的字，讲到。可是你已经给我看了、欸。对啊，所以你不能讲到啊，你要知道你不能讲到，但是这个字超容易讲到的。游戏是。从现在开始吗？游戏对，从现在开始。如果这是中文，讲英文可以吗？不行。好。
换我抽了，我可以讲我哎、欸，我我要抽了，好，我要抽喽。这个，那个也蛮好讲到的啦。这个我不会讲到这个。好，我，你，你先讲你的底线是什么？底线哦，就是。那个比较呛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很聪明。你怎么？你怎么？啊！我要讲你啊！我要讲。这个人怎么可以讲白胡椒啊？那是糖，超恶心的。就是当误会来的时候，就是。就是别人误会的时候就会很不爽，因为觉得就很像别人不听的澄清。然后第二个是当别人在攻击身边的朋友的时候，其实谁身边的朋友？恭喜佳允身边的朋友的时候，本人就会觉得很不爽。这比自己哦，怎么那么想打喷嚏？都胡椒味啦！是说什么都还要来得不爽，我觉得好吧，谁觉得？啊，换我的，谁觉得啊？不讲了啦，被误会跟。自己在意的跟身边的朋友被攻击的时候，就会很不开心，这就是我的底线。我的烦的胡椒，我的饭还有糖，来试试一下煮的东西。Oh my god！ 好吧，很好吃哦。鼻子过敏了，哦，胡椒味，对，剥开来的时候，那个汁会这样子，嘣，不滋不滋的跑出来。我把它开背，好像那个调味料会入进去。嗯，它很入味，但有点辣，而且很下饭。嗯，是胡椒的味道。这个也有胡椒，那我也要加胡椒。我很不喜欢在工作的时候有人左右我的想法，就是那种很没建设性的，就是说我要怎样，叫我要怎样做，怎样做，然后自己又不讲出什么好的办法，要等我做一个段落，不要一直打岔的感觉。那你在
工作职场上面，你有遇过一些，比如说上司刁难你的一些事情吗？因为你现在在实习对吧？可是我们公司很开放，就是班也是自己排的，然后如果有事你就找同事代班，嗯，只要有人上班就不会怎样，就蛮弹性的。嗯，很弹性，而且工作就是做完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。嗯，你现在在做剪接？嗯，什么样的剪接啊？就是新闻的剪接，把他们拍好的新闻，就是播在电视上的新闻剪下来，然后上传 YouTube。嗯，就是很多电视台现在就这样经营。嗯，像中天嘛，中天就是全部到网络上。嗯，我昨天看他们订阅，已经破200万了。哇！现在我们都吃完了，耶！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 ，Go！ 你不怕蟑螂？早说嘛！我去买一只10块。昨天我去买的时候，他说你要吓人哦。我说对啊，我要吓人。我原本想放在你的碗里。